我们拼到第一关过吧。11点了哎，剩一个小时就要新的关卡了。哦，有光珠太好了。这是卡光真的是母汤啊，卡光没得玩。切断，漂亮。石头是永远的神队员，不要常吃屎啊，吃屎伤身。真的可以试试看用米豆子解成就吗？是可以考虑煮一下，但我们先用这队吧。哦，光柱怎么突然变那么多？他良心发现了吗？发现刚才一直卡我心那个光柱很不好意思了吗？他有发现这件事吗？哦，良心发现的游戏耶。天元无脑刷，真的假的？你指的天元是无卡吗？还是什么？我还在拼四月 L 十，加油！剩没多少时间呢。哦，龙科跳了，太好了，龙科跳就不是个问题。哎，所以重点，我觉得我发现一件事情，重点不在你有没有每回消到光珠，哎，而是你有没有办法。把那龙科用到跳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算我没有消到光珠，我还是没办法把那只木属性的龙给带走啊。重点应该是消龙科的能量，第一关以这队来讲，然后要带那个九凤控场龙科，车车好过哈？你说这个关卡吗？为什么没有吧？车车好过吗？我看起来是不好过啊。车车第一关算会。会技能跳起来，可是他技能要给你重置啊，所以车车不好过吧？哎，我没有瞄准到木的那个，算了，其实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，不是瞄谁都差不多了，因为先那走一只就好了，压力比较小。哎，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打法其实不是打木的，是打那个水的吧？然后把它带走之后，你还是要靠龙科嘛？那就对啊，反正那个就又没办法破防。所以这边不如就把一只先带走，压力比较小啊。把两只先带走。双阿比，阿比，你是说10万血量吗？哦，是这样。好，那等一下有机会试试看吧。阿贝好帅，谢谢，谢谢德冠，红嗓我来了，杰哥，杰哥不要，杰哥晚上好。哦，12万哦，对，煮到血量高一点有12万，要煮12万，第一关才能硬扛。你说全部人打也能挡下来就对了，那感觉天主车车可以哎，可以在第一关比较好磨，然后后面就带一些结版的角色就行了。团长没黑金能过吗？团长没黑金。我不知道哎，我还没试团长哎，可能我聊天室才知道。又没光珠了，可恶！阿贝好可爱，我姐打的，你姐等于你，不要害羞了，觉得别人可爱就大声讲出来嘛，对不对？这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好，能的话多称赞别人吧，吸收正能量。玛雅吧，上次玛雅都没过，什么上次？这个不是才开第一次而已吗？手软，应该要打死人了。阿贝要熬夜了，对啊，今天要打两个很难的关卡，第一个是这个梦魇机，第二个是那个LV 十挑战。红哥你好丑，你才丑。没有啦，开个玩笑啦。感谢自家的3000块抖内，我的秀打一打就破防了。那你就不要消火珠啊，看到火珠就不要那么激动，应该全部消掉了。阿北原职主播，我家的猫打的。你家的猫真的是试货哎，阿家，你家的猫都比你有眼光，
真是的。红哥不要啦，不要什么什么意思？我做了什么？阿北大帅哥，谢谢你。没有模组直接不用打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你就不一定要捡成就啊。没有模组的话，你就用那个像鬼灭啦，或者是蚩尤，我们都过啦，所以你可以挑一队打。啊，解这个成就，我觉得能解成就当然是最好解啦，因为这个龙科蛮强的。可是没办法解的话，那就算了。反正没有那个龙科，你也能活下去吗？不一定要拿。王二大意了，被迫吃石头。王二为什么？你大意什么？王二感觉就是只要开一个那个啊，王二感觉是开一个爆发就过了、啊，不然就挡死。你是忘记开挡死了？鬼灭怎么出？怎么猪？鬼灭怎么猪？我不知道。是什么问题？你说怎么煮吗？鬼灭我已经上传影片了、啊，可以参考一下。我用全合作煮，鬼灭过得了啊，全合作就过得了了。我已经上传影片了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阿贝还是像一样睡呀、啊？什么意思？感觉有记得真的会能力，真的会有玛雅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我是不想试玛雅。随便来一个组合技能，然后点水珠，水珠一定是光珠。百分之百。晚安，早上再回来。早上没有到那么晚啦。那我先去看看了，谢谢红哥。不会，感谢你。好，在这边强化嘛，强化之后我们就直接手软。玛雅可怜，玛雅为什么可怜？不用更好啊，用了才可怜吧。有清规吗？今天主要是解成就啊，解完成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，哇，这是真的难，好险我手转是有点东西的，各位，还行，六 combo， 易如反掌，怎么一下掉光一下掉心，什么意思？第五根。哦，这个没有光暗，那我们先消水火木吧。有人抖内，最近因为工作很累，又工作不开心，没时间看台。哇，辛苦你了，永之。有空再来看就行了，感恩。第二关直接走，直接哭，什么意思？哭啥？What？ 什么东西？叠住喽，好。有点问题啊，打得死吗？可能他没有骷髅头嘛。好，打得死，注意哦，车车可以过吗？我猜应该能，可是我不会想要先试车车。哇，这个我们开个组合技能好了，好吧，比较直接一点。哎，这个是不是五四年谱啊？认真问一下，有点忘记了。又要宵夜找到早餐吗？没有，我不想找到早餐。你希望下一个合作是进击的巨人吗？希望啊，每次都希望。哦，是哇，猪又是你。还原版面先开一开了吧，了解一下 ，OK。反正下一关可以洗技能吗？对，下一关应该可以洗技能，只要我操作得宜，下一关绝对能洗。红哥好，队长晚上好，阿贝听得懂得说一些广东话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只会讲脏话。丢丢你什么的，我只会讲那个，对不起。那个广东话我不太会讲。这边是三三消扛可以洗技能哦，然后点那个新珠，它就可以那个回血。这手上有点东西是不是？有东西的。点心珠，果然是脏话。学一个地区的语言，就是会先从脏话开始学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习惯。好想要水下蛙，太诱惑了。硬，
啊，没有，我是说那等招等那个啊，等那个年底吧，年底应该有机会开。哎，有点问题啊，对。五回合还要洗五回合吗？快，这是快受不住了，受不住，受不了了。那怎么燃烧怎么办啊？我也在努力解魔成就，加油，玄哥！玄哥，你用什么？对啊，是对吧？玄哥要组这队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是，再洗一下。越来越烧了，这个版面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可是我要，开什么比较好？想想看。我们开这个好了，开这个好了。哇，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直接排桌啊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别被烧到啦！这样好了。可以，没心出，回一下血好了。打！注意啦！这边是不是可以开组合技能啊？对不对？王二逼我吃屎，移除所有的腐蚀，对吧 ？OK， 那这样就过了。自由，然后点个光哥，王一，我想要直接转，直接转出应该是能行，好，漂亮，六康嘛，想不到再开技能好了，一、三、四、五，哦，完了，好。你的手段怎么那么厉害啊，红哥！感谢永志的港币十块左内，生活不愉悦，哭出来不知如何快乐，可能就看我的直播。对，我可以陪你聊天。啊，这里的话怎么办？想想看，哇靠，出事啦！开组合技能好了，然后就这样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开节气，然后再开组合技能？应该是这样。然后组合技能，对，开这个。哦，本身无事啊、哦，按住，给我个按，有了。打、啊！水瑶、哦，然后再手转，有没有戏啊？这样有，没技能了，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，各位。今天什么有维护啊？你说等一下要维修吗？真假的？能认真吗？别啊，打到一半哎、欸。这样，能不能打过呢？还能再战吗？哦，其实提量有点多哎、欸，提量到22。第四次平砍20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其实蛮 OK 的，对对。哦，下午的时候维修，下午，我以为是等一下要回修。好，那这队也是一次双成就啊，五个属性加双队长魔，碎哦，拿到龙科了。